Hello， 欢迎回到三峰小秘诀。你有没有在演奏歌曲的时候呢，遇到高音 Re 就音准偏高，甚至到无法收拾的状态呢？接下来我们提供一个辅助指法，来让你可以改善音准上面的问题哦。在三峰的演奏上，可以透过增加按键来让音色甚至是音准可以做一些调整。在高音 Re 偏高的状态之下呢，建议可以加上低音 C 这个按键，可以让你的音准变得比较低一点。如果你的乐器偏高的状况非常严重的话，甚至可以把降 C 那个按键也按下，它的音准会变得更低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加分享，按下你的订阅，你的支持对我们的频道是非常大的帮助。三峰小秘诀，我们下次见。